大家好，我是 gomarkets 中文部的总经理 Mike。那这样借此机会呢，我首先要感谢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我们忠实的客户，在过去的5年中对于我们 gomarkets 中文部的支持和理解。那么其实呢，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也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很多的时候呢，我是在想，在未来我们能够给大家如何能够更好的提供这个更多有价值的内容和更好的服务？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也问我们，你觉得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中呢，你觉得咱们华人客户里面一个最大的担忧和问题是什么？那其实呢，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包括我们整个团队，大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呢。其实，在我们澳洲大部分华人群体中，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或者说是大家的顾虑呢，就是对于金融市场或者说是金融投资的一个不确定。由于这个不确定所带来的担忧和恐惧啊，这个就像是呢，我们知道呢，由于不知道明天天气如何，所以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一样。那绝大部分呢，我们都知道呢，大家会担心的是呢。我投资了股票，我投资了这个产品，那个基金会不会亏钱呢？像这样的担忧或者这样的疑问，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听到最多的。那首先，我们借此机会呢，也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我们自己的观点。其实我认为啊，这个金融投资，或者说呢，这个不论是我们叫做主动型投资还是被动型投资呢，它就好比说呢。我们是在学习游泳一样，可能我们现在都不会游，非常害怕呢，到水里之后呢，会这个溺死，或者说呢，会被淹死其实如果有这个担心，那么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游泳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它是一个必须学会的技能如果我们担心出意外的话，一开始其实可以先从简单的游泳课开始或者说呢，从浅水区开始，等浅水区学会了，再去深水区，等深水区再学会了，我们再慢慢的在小河、小江里面去尝试。这个投资也是一样，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很多时候呢，我跟客户也说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非常喜欢澳大利亚的奶粉，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买一些简单的奶粉股。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红酒特别受欢迎，供不应求，我们可以买一些红酒的股票。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投资机会呢，它是这个发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它并不是高大上，或者说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呢，其实所谓的金融，其实啊，它本质上也是服务业，服务的是客户，服务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不要把金融搞得这么高大上。金融是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呢这个每一个老百姓所能接触到的。所以，这也是我本人以及我们团队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坚持的一种理念。我们从未把金融说得高大上，而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把它呢尽量是接地气，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简单的东西再打碎了跟大家说，因为我相信呢，只有我们普通人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的道理，那才是能够被接受的。你说的越高大上，越显示出你的不自信。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再次感谢大家在过去几年中对我们 GoMarkets 中文部以及我本人的支持和理解。也许我们做的还是非常的不够，也许我们提供的建议中有部分的呢，发生了错误，使您产生了亏损，那在此呢，我都是表示非常的抱歉。我们之后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建议，即便是我们无法保证每一次的意见和建议呢，都能够做到100%的准确，但是我们也一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会选择左右摇摆。那么现在呢，就快要到圣诞节了再过2个多月，
也就是一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到了咱们中国的春节。那么在此之际呢，我请代表 GoMarkets 中文部全体员工提前祝大家今年圣诞快乐，也希望呢在明年的鼠年，我们能够继续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产品。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